Hello， 大家好，我是积极鱼。今天我就会教大家怎样用新奇士橙做一个很简单又好吃又营养丰富的一个健康早餐，就是叫做新奇士香橙干果拌麦片的。材料一定要有新奇士橙啦，一些即食的麦片啦，香蕉，你自己喜欢吃的干果啦，譬如今天我选了杏脯干、西梅干，还有是提子干的。首先怎样起橙肉出来先，切了个 橙皮啦，为了精细一点，我就不会要那些包住橙肉的薄膜的。然後用把利嘅刀，咁我將嗰個橙柳咧切出嚟。香蕉，咁剝皮啦，之後切成一粒片片咁樣，然之後咧將佢切片。咁做法真係好簡單噶。用个碗啦，拣一只你自己中意食嘅麦片，早餐嚟讲咧，食饱啲都冇问题嘅。之后加啲牛奶啦，之后加入自己中意食嘅干果。提子啊，杏脯啊，西梅干啊，香蕉啊，咁当然仲有主角就系新奇士橙啦。簡單、快捷又健康，咁就係一個營養豐富嘅早餐啦。用鮮果烹調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地方呢？我覺得用鮮果烹調最緊要就係唔好過分去烹調佢啦。咁食佢最新鮮嘅味道同埋嘅口感啦。因為過分烹調嘅話咧，煮得太長時間嘅話咧，就會令到佢本身入面嗰啲食物纖維啊，同埋佢嗰個維他命 C 就會流失咗，咁啊大大影響咗呢個生果嗰個營養價值嘅。